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我分享一点个人的吹口琴小经验，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。这首曲子叫《世界之巅》，这是一首非常经典、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的曲目，好听也简单。整首曲子只有一个升降音啊，只有一个降音，哆来咪发嗦拉西，只有一个降 C。那么呢，要用两把口琴了。1820年，这首曲子升G调开头，那么应该配一把 G 调口琴。如果说吹单音的话，这没问题。我演示一遍啊。单音没问题吧？但是如果你要吹着和声，那就有问题了，因为那个降 C 它是跟拉在一起的。这个 C 跟拉在一起，一个大二度，非常不和谐。听一下，非常不和谐。那么怎么办呢？怎么使得它变得和谐？我换一把口琴，升G调跟升C调搭配，听一下效果。这样是不是和谐很多了？这升C调怎么吹呢？用带奏法，咪咪咪发咪来哆，代替啦啦啦西拉嗦法。这就是一点个人的吹口琴的小经验，供大家参考，希望对大家能有一点点帮助。好，谢谢。